强哥得知女儿是血后，他只是稍微惊讶了一下，然后就没然后了。随后黑妹来到他们家，声称小美咬死的兔子跟小镇上的命案有关，准备带走小美。强哥表示女儿才九岁，怎么杀得了人，吓得妈妈住进了医院。这黑妹真是越来越离谱了。晚上父女俩从医院回家的路上，她跟爸爸说自己不满足于动物血，强哥没回答，只是若有所思。小美又接着说出强哥码头杀人的事，这怎么啥都知道啊。第二天没了灵感的强哥再次吃药，还分给了女儿。黑妹离谱，现在强子也离谱了。父女俩吃生牛排还不满足，面对女儿请客，他约了皮条客。在表明身份后，他被放了进去。皮条客不知道的是，强哥来不是办事的，是来聊人生，可他先被打晕了。当他醒来才知道，原来皮条客不光线下有金猪狗交易，线上还有网络直播。老皮条强迫他吃下健身药，然后把他按在桌子上，打开摄像机，准备给强子来一手菊花残。在他俩调试时，殊不知强哥已经炒好了两菜一汤。老皮条本想打包带走，强哥表示盒饭这么好吃，吃了再走，然后还给小美带了一碗毛血旺。这不是亲爹是什么？第二天主编来到强哥家，他告诉强哥剧本被大导演录用了，以后由强哥全权负责。听闻此消息，连嗜血女儿都忘了，一边是丧失理智，一边是功成名就，人们往往更喜欢成功时的快感。